系，系系系系系。嗯，这什么歌？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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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, hello, hello, hello. 你笑、哦。尽管应该是没队友啦，我去玩麦块好了啦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这边有二和四六八八个在 DC 嘛，那他们要玩你画我猜，嘿。就是用观战的方式进去，然后看他们在画什么神作，有没有？欸，我还没领欸，前一周没有领。领票，我先去尿尿，我尿回来之后再来跟您打招呼。我现在头好痛。哇塞，什么没有药啦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都看到你在聊天室，我怎么可能会闯进去嘞？没有人，没有队友，没有人，没有队友，没有人，没有队友，没有人，没有队友。然后结果还是偷偷跑进去，有没有？有玩？啊，有广告，很大声吗？没有。好，我跑进来了。分享画面，复制连接。嗨，我来了。看一下哦，那怎么？网页，然后你画我猜，属性没有，这是兔窝群的，这不是我创的。我现在真的很无聊，确定，画猜。我想一下要怎么用哦，实况串流，复制连接。完成。哎呦，更难大声哦！等一下哦。哎，我记得那时候是把什么调低啊？然后先把这关掉。
要把一个混音关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等下，这是笔刷大小吗？你们一定猜不到，那除非这个是有知道题库才知道这是什么吧？我靠！鸵鸟吗？不是。哎、欸，好大声哦！我看一下哦，开启混音，OBS 100%，我的天！哎、欸，要玩的，他们是因为无聊在那边想说玩什么，然后最后决定你画我猜，然后就进来玩了。哎、欸，我、哦、本来下午是想玩你画我猜啦，就观众场。啊，可是我先改标题好了。改个标题，改个标题。GARTIC。不会啊，这个我就确定不会剪出来了，不用怕，不用担心，这个我绝对不会剪精华出来。应该啦，除非你们又画了一些很经典的一些图让我看到。学屁呀、啊，鹅哦，靠腰啊！好，你进来玩，你就画，再画，你可以打字打错字，我拿出来啊，我拿出来有没有？大小，买的是题库哦，你们 那个繁星做爱这件事情对不对？聊天是能猜吗？可以啊，不过有延迟啊。
你看，这些都是一直在玩，玩得很。你们可以猜啊，只是答案不一定是对的啊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我等下，等下，我调错了，应该是，不是啊？这声音还是有啊，等下，应该啊，不对，对，反了，反了，反了，这样子。OK，我先把那个网页的声音归零。很荣幸当时在场，你是说打一个字吗？声音好大声哦、喔！我关掉好了。哎、欸，关掉就可以把这调大了。等一下哦、喔。啊，不调，关掉了。啊，OBS 的声音呢？OBS 的声音。OK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干，我忘记打几个字，我的天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忘了打几个字，对不起，我忘了打几个字。没事啊，没事，我们要公审，没有开心玩。之后有在想，我开台的时间要不要就是十，不不不，7点到几点啊？7点到11点，就4个小时嘛。那就是下午可能会随机开或不会开，因为FB 内部就是有调整一些时数什么东西的，而、啊、他们就是有降低门槛，然后钱也就是，哎，他应该说。时数砍半嘛，减一半啊，但是薪水也减一半这样子，所以之后就，要么就是因为，要么就是更拼的话钱才会多，就是我现在已经时数其实这个月快到了，但是相对就是我时数已经爆表快3倍了，对，我快爆3倍了，所以。有在想啊，因为如果真的要拼的话，就是真的要做到3倍的时速，嘿，啊，时速如果到了3倍之后，就是钱就是跟平时一样多，啊，如果就是轻松一点，就是现在就是平时的2倍嘛，砍半呢、啊，就可能下午可以不用开台，晚上开台，这样我时速一定够，时速一定够，然后就是。开台的业绩就也不用那么累，这样。哎、欸，你不要画色色的东西哦，空鱼。会这个吧？不是。
这是什么啦？啊！牛奶怎么跑掉了？这个音量可以调吗？因为我这个调低的话，这个字吗？不是，这个我问。这算小啦，哎，我真的不会猜，这到底是什么啦？哎，这要公审了吧？你儿总是这样画的啦！哇，因为不用公审就乱画吗？还是截取框吧，最近 OBS 更新了，现在可以截取。真的吗？你认真？欸，没关系啦，不用啦，因为现在这个还不错啊，因为如果我截取那个的话，会看到题目啊。懂吗？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你的脚也太细了吧？在干嘛？虽然我知道他们不会看的、啊，反正现在只是在无聊弹琴。
明明是黄金鼠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他手拍着什么吗？这是什么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为什么最迷人的？哦哦，你是画正面哦，我的天哪，你也太屌了吧！你们在玩画猜兔窝啊？白痴，我是想说一二分开画，我知道什么。弓箭鱼啊，好可爱啊！箭头鱼、三叉鱼，你们看聊天室，注意看答案的那个聊天室哦，看他们可以猜什么。黄金鱼、金定鱼，你们是不是在 DC 突然讲答案啊？怎么一窝蜂打出来啊？在干嘛？金枪鱼不是那个吗？那个什么，一条鱼，然后身上有一个金色一条线的那只鱼吗？哎、欸，我就跟你讲过，人会在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，然后打在 ID 上面。你那边在哪？最香的臭臭。为什么？哦，聊什么？啊？就根本不是鱼，有没有？还有什么啊？不要再倒饮料，这个会剪进去哦。你这样加上去很像青蛙眼睛呢。你知道第五人格吗？你知道那是盗版游戏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第五人格是盗版游戏吗？
不是这个吧？啊，字太多了吧？太多答案了吧？你看有豪猪，有刺猬，有球，哎、欸，球鱼是穿山鼠。我刚刚还打球鱼出来，白痴哦、喔。不会啦，不会剪啦，无聊，浪费时间剪这个没有。而且主要是，人也不是说人太少、欸、反正没什么动力剪。剪，如果真的要剪的话，应该现在也没什么主题可以让我剪出来啦。除非有好笑，顶多剪小短剧而已。可是剪这个的话，观看数就真的很低啊，很低就是会拉低我的那个后台平均值。像我昨天剪的那个，我昨天剪的魔物小短剧，就是会拉低我的平均值，所以我的薪水就是，比如说我薪水可能是200块钱。平时都200，200，200，那突然剪了那个东西，害我的平均拉低变成150，懂吗？就像你平时乖乖的、乖乖的、乖乖的，然后老师都会打勾、打勾、打勾，那你今天可能就只是不小心那个打到同学，然后被那个老师画上一个叉，所以那个就会算在你那个月的乖乖乖乖平均值这样子。你不够乖，如果你真的越来越乖的话，你的那个乖乖指数会越高。可是你有看，没办法，我说过不一定，哎、欸，我相信聊天室一定都有看啊。那就是聊天室以外的会不会看就其次啊，懂吗？那就是因为，嘿，就是。等一下，你画这傻小，哎、欸，这个要剪出来了吧？你在画傻小？等一下，我去关心一下。哎、欸，请问二货是谁啊？谁是二货？哪一位？你白痴哦、喔！怎么会有鸵鸟四只脚啦？对啊，就是当时因为轻松生存，那个我的后台又因为我讲过嘛，我因为一开始 ATM 是什么？因为我那个去年是因为 ATM 我的后台有成长起来，然后那时候就是订阅数多了。8000，欸，那时候瞬间多8000，我那时候其实很开心，因为那时候就是一直卡在8万9万之间，一直没有跑。那变到9万6、9万7的时候，那时候其实很开心，以为10万快拿到了，但是10万真的拖太久了才拿到。然后最惨的就是，那最常你也要玩画猜，我们在 DC 群，哎、欸，贝蒂有是兔窝的吗？不是的话，没有，因为现在是兔窝他们自己开，这不是我开的，他们是今天刚刚我开台前，他们在喊说要玩什么，好无聊，有没有什么六人以上的游戏？然后就看到最后决定玩这个，我就闯进来玩啊，顺便聊天呢、啊，没有跟观众同乐啦，抱歉哦、喔，抱歉抱歉，这看就知道是什么了啊。欸、其实他会，你画的都很棒呢。然后，对，然后这一次是因为那个轻松生存起来。那一开始本来他们，我就讲了嘛，我因为在 FB 工作，然后跟哈基他们那边其实就是
就比如说，就只有在那个 Amigo 的时候，可能会偶尔聊一下。那就突然他们那边礼拜一在生存，我这件事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们是突然就是礼拜一想做点什么，所以他们是一起讨论，然后我没有参与到，所以我轻松生存的第一个礼拜没有参与到。那后来我就是去问问看有没有能参加，嘿呀、啊，啊，参加之后 FB 的人数也有起来，那后那个 YT 精华后台也有起来，对啊，没关系啊，那个我本来是礼拜日或礼拜六的下午，我想说就都来玩那个吧，观众场还是什么的这样子，那可是就是把钱因为那个魔物有新活动，不得不刷，所以之后啦，之后就不然就固定一天的下午，但是就是怕说你们进来之后，比如说房间最多是25人吧，哎、欸、靠呀，我忘记猜，比如说房间最多要25个人，嘿，但是分数设太高又玩太久很累，啊可能但是设太少人的话，你这样一轮根本画不，吧。分数设太低，你一轮可能一个人画根本画不到，对啊，所以可能就只能用抢的，嘿，有点不敢玩，没关系啦，哎、欸，就是需要你们这些天才型画家画的那些越丑越好笑的，哎、欸，这样子大家可能才会期待礼拜六跑进来玩啊什么之类的，来看你们的神作，这样子以后就点名。哎、欸，牛奶一定要打字哦，然后肖月你一定要出来画哦，贝蒂也要画图哦，还有谁？好像最主要是肖月跟贝那个吧，贝蒂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肖月怎么没有在这边？肖月点名哦！我靠，怎么人一堆了？看一下 DC 群哦，哎呦，很乖哦。我被中离了。这什么？鸟，鸽子，青蛙，企鹅，你企鹅也太白了吧！我教你怎么画企鹅。如果等下换我的话，我教你怎么画企鹅。哎、欸，我学到一个画企鹅很快的方法，你们要看吗？就是这个企鹅啊。就是这样子嘛，你先画一个嘴巴、眼睛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涂满，一只小只的企鹅就完成喽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就一直完成了。画 个企鹅回来就结束了。赞助者的付费方式不适合我，没有啦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就说我会尽量早一天跟你们同乐啦，因为这样才可能可以跟你们互动啊。因为其实下午有跟不是下午对中午的时候有跟我家管理员讨论一下，他们是想要他啦，应该说他就一个人，他是想要我跟你们有互动。那这样子就是会唯一的互动方法，就是我的那个生存是用安家的方法。就比如说你们出一个题目给我，我完成了之后，我就去屁啦，这个你最好猜得到啦，作弊。就是比如说今天是要叫我盖一个什么，比如史莱姆塔好了，盖完之后我再去完成下一个任务，这样子。对啊，不能说就是你今天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才能关台之类的。啊？马蹄酷狗，我要进去骂一下。敢踢酷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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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屁呀，牡蛎哪是长这样啦？哦，
是牡蛎哦，所以不是这种靠腰哦。你看，兔窝就是这么没礼貌的一群，动不动就靠腰。你看，真不愧是我的兔崽子们，越来越像我了。对啊，就是你们发任务，嘿啊，只是就是可能就是随机抽啊，那怎么抽我之后再研究一下。我现在还有一件事情都还没做，就是我的那个亚克力夹子。狒狒吗？然后我那个亚克力夹子其实很简单，很好用，可是我就是一直忘记，一直没时间去用，对啊，因为我还要再去找一下我以前是怎么弄的，然后再寄图给厂商。他们都这样子啊，我知道啊，所以他们才是我的兔窝的人，对啊，会骂脏话的才是兔崽子。这样，所以我才跟你讲说，新进来的要小心一些兔窝里面的人，他们很坏很凶，小心会被带坏。但这就是那种直销的力量，莫名其妙。你看牛奶，你觉得兔窝的人热情吗？你不觉得热情过头了，对不对？其实他们不是他们，你们只要常出现在聊天室啊，兔窝里面的人自然就会。那个就会看到聊天室有你们打过字，那如果你一进兔窝之后，那是什么啊？不是，那叫什么？那个啊、哦，我忘记了。不是藤壶，不是藤壶，那叫什么啊？啊，珊瑚啦！我想什么？我刚才在想珊瑚，想不到。本来想说玩，结果人满了。你要吗？位置给你啊。哎、欸，这擦不掉，这什么东西？来哦，教你们画这字哦。先画这什么东西？先画这个，再画这个，然后再画这个。苦力怕就这样完成了，害爆，害爆！哎、欸，看，快看答案，有人打害爆，我要截图起来，最香的打害爆，好了，截图好了，害爆。这个是错字聊天室，也鸭子烤鸭啊，讲出来了，你的这字好像被打到，我的天哪，怎么样哦？骂脏话是你的日常，没事啊。欸，我也常骂脏话，有时候怎么干这样子。可是我这个干就是很没有威胁性，有没有？就很像只是个语助词，就是干，对吧、啊？啊，像我平时也不会打干啊，我平时打字都打干，可是骂出来都是骂干这样子。欸，我们刚刚聊到哪里？哦，关于剪精华这个东西啊。就是本来就是那个最现在在画画那个最香的秀秀啊，他原本你做这是你兔子画好一点哦，我看你画完了我就不猜，什么野兔吗？靠北啊啊！你最好是画可爱一点哦，你现在是在画你自己吗？干北啦，真丑死了！哎、欸、秀，你看兔窝群。你像不像这个贴图？
这个是我最近超爱用的贴图。嗯，它在哪里？这个拖。你这很可爱吗？哎，问一下，我买过的贴图要怎么再点进它的网页啊？因为我想要送点点这张贴图，我觉得很好用。没事啦，真的要剪精华，你跟你们玩，你们都嘛，不知道画什么鬼东西，我也很难猜啊。你画的很可爱，丑死了吧？你是画之前那个吧？一个什么梗图的那种兔子的脸，丑死，就跟你一样丑。你会想告我啊，一直人身攻击你，害你很难过。欸，有香水鱼这个东西，哈，这是什么？所以有办法吗？我最近发现弹的跟以前比起来有差，欸，以前我都弹起来跟现在弹的感觉不一样。
来，我让你画完空语来，我让你画完。为什么尾巴是 Q 的啦？空语。等等，开多点人吧，你们应该可以正常吧？因为我等一下就要去开台了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开多一点人，你就开多一点人，我中途离开这样子。这太长了吧？为什么这一题还会在呀、啊？奇怪，妈，大家都题库狗。这，你看，我们之中完全没人猜错。你看那个答案区，完全没人猜错。我们都是题库狗。这段剪进去好了。哎呦，这个很屌哦！这个是谁？我再看一次哦。那谁画的？我怎么看不到 ID？ 哦，陈哦。对呢，我都忘记陈会画画，每次都忘记。臭鼬，哇，海蟑螂，不会是这个吧？不是啊。咦？嗯？我先跟你们说，无尾熊是不会这样子游泳的哦。完了，好残忍哦！他把无尾熊丢到海里面去。我知道是不知道海狸还是水獭啦，可是对啊，河狸我也猜过啦、啊。海狸，我刚刚有打吧？算了算了算了，这都是命，这就是命啦。不该猜的，应该给你压力的，让你画完它。你知道这就是另类公审吗 ？What the fuck！ 我要让你安静15分钟就好。海玲安安，哎、欸，海玲好久不见，我 是很久没看过你了，不是看过你，看到你，看过你。谁打给我？未接来电，白痴哦、喔，没显示号码，谁呀、啊？神经病！害我没猜到，一个怪怪的电话，不知道谁打的。
这是什么动物？竹节虫啊。节竹虫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节竹虫是什么？哈？干，我怎么还猜得到？怎么可能还猜得到？那是哪个白痴打给我？为什么你猜得到我塞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猜得到啊！我想说乱话啊！照理说应该一堆猜海报之类的啊！很凶，很凶！我可以故意都不猜吗？然后就是让你们自己画，然后让你们公审这样子，嘿嘿。哎呦，我的充电线好像快坏了，不是坏坏，已经快坏了，已经要坏掉了。感谢风间的50颗星星。我知道你是刚刚那个怪异的鸵鸟，超怪异的，超恶心的，哎天啊！我下次就画长颈鹿，然后说它是鸵鸟。什么东西橘色的、啊？黄色？啊？不是海狸吧？什么？白痴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是谁？这谁画的？一定会哦，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我要准备离开咯，那、啊、你们自己玩吧。好，乖。这什么？它是松鸦哦。哦，松鸦，你画好一点啊。啊？啊，不会这个吧？不是，好，我以为是什么熊蜂嘞，不是，什么黑熊蜂，黑熊蜂，你跟我说那是老鼠，哇塞！欸、他们说公审欸，怎么办？你这个我真的是帮不了你了，你这个真的实在是太丑了。讲到这个，你、欸、这好可爱哦、喔。为什么打字都是错的啊？黏，欸，找到了。我刚刚要打出这个字是跑出小鱼的鱼欸，你知道？我的错字多恐怖了，通通都是小鱼的形状。
选字啊，我是死选字。嗯，他是花吗？认识一下。你好，他是花吗？请认识一下。纯白的雨衣，请让它停歇在这里。小满安，是没上线啊，巧克力是要不到我，有啊，我上。汪汪汪汪汪！哎，我要过去喽，你们自己慢慢玩喽。鱼。好啦，那我们要换游戏了。那我去改，似乎满人了。那个，等下就不满了，我等下就去玩别的游戏了。各位，拜拜。简单点。说话的方式简单点。好啦，那我离开这边咯，大家拜拜。话差关掉。嗯，我改个标题。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。爱第一个最爱，其实我不会唱这首歌哎，我是觉得很好听而已。更新资讯，八八什么啦？哎，小鱼，我刚刚猜每个鱼都是你的那个鱼字，你看多可怜！哎，怎么那么暗啊？是不是更新了啊？来，我去巧克力的 DC 群哦，哈。哎、欸，他是不是有偷偷改什么？我总觉得房间好黑哦、喔。没有啊，我的房间超黑的哎、欸！过来看。我的房间超黑的哎、欸。大房间都很动黑啊。没有啊。出来看看，他外面有改了一点。有啊，我有感受到，有偷偷改。他那个什么舱里面，安全舱里面有。有改一点点。应该就是各种小细节改一下。对啊。Stop it now。简单点。还没有。后置一下。后置。开啊！偷吃。哦。开台，大家等那个进行直播。啊。进行直播。这有时候等很久。F 5重整，出来了没？
声音有点小声，其他人的。怎么可能？听不懂跟我们讲话、啊。有了有了有了。噔噔噔噔噔。八点六。八点六。噔噔嗯。调一下设定。要设定啊！今天波波二十四的人。我二十四了，我终于二十四了，我真的二十四了，我超级。感觉随便玩一场就可以二五。你任务是什么啊，波波？看一下啊、哦。你解什么任务？你怎么还有任务？对、啊，你们还有任务、啊？哎、欸，我听到声音。手枪的任务啊，剩最后一个要拿蛋蛋。剩最后一个。对啊。好啊，那今天帮你解完那个，你应该就二五了。每周优先升级了。啊，我们要接什么？每周优先还是每周裂合？核心，核心先吧。核心先、喔。那就以波波为主啦。可以啊，我当然啦、啊。对，毕竟等他精英，我们就有更多可以玩啊。哦。藤壶咒重生。吼、哦。那种藤壶咒。小心藤壶咒啊！啊，很简单啊，四个重染而已啊。波波保护我。我不行、欸，我一直死、欸。你刚睡醒啊？我会一直死，我会一直睡醒。不是、啊，我说你是刚睡醒啊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刚睡醒啊。没事，喝一杯酒，精神就来了。来了，好来喝了，来喝了。喝一杯，嗯，地形破坏，十字镐一次就可以。啊！我看你后台喝到了。哦，丢他了！不是故意的，丢错人了啦！每个都丢我，对不起，我是丢猫猫。好，看来是心姐，就只有一个没戴头盔的啊。对呀、啊，就那个菜皮吧，在那边精英都是戴头盔的好吗？哎、欸，他的仪表板也变了哎、欸。对啊，刚刚有改，我刚才发现他有改，变雷。ESC 也都完全改变了。好。就只是界面的改变啊，就觉得换汤不换药。有啦有啦，还有变其他的，应该还没发现那个。想说如果有更多改变，你看旁边都变了，还有骰子，那多一个武器比较好啊。骰子牛。哎呦呦，马上有人凝聚哦，四星哦，大家加油。哦，四星哦。那还用说我们？精英呢？不是啊，我说我不是啊。你可以帮忙勾勾带啊。勾勾带。哎、欸，我被抓走了。精英。要去哪？要去哪？精英。你挖的那个洞，然后我就马上就被抓走了。藤壶兽，藤壶兽。你够爆呢。藤壶兽。有一只小胖。哎呦。小胖是吧？小胖是吧？小胖是吧？啊，掉下来！哇！什么时候都掉了？对面有个洞。你再丢上来就好了。为什么跟我抢这个？压气有点痛。哇！哎，谁叫茉莉？怎么了？茉莉是我们的垫脚石。茉莉是我们垫脚石。还 Q， 因为上面有好高的消防。有水母，有水母！救命！救命！不是伯伯一个人在远方啊！我刚刚在你的洞，爬不上来。你可以挖，挖挖挖挖挖，你可以吗？茉莉嘞？有啊有啊，我上来了。不行的话，我们那个就来喽。茉莉在后面啊，不动啊。茉莉嘞？来了！哇、哦！你怎么说？你怎么从天而降？茉莉，你要去哪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快点 ！Lock and stone！ 啊，水母来了，水母来了！水爆，水爆，水爆！水爆！哎、欸，他一直跳新手通知啦，他是不是把我当新手？他把我们都当新手。啊，因为你他更新之后刚玩都会一直跳，可恶，把我们当助教哎、欸，
把我们当新手。哦呦，哎、欸，那里有大水母啊！大水母上来啦！啊！玻璃撞我！趁现在打、啊、大水母！嗨！哎，另外一边吧。我跟着你下来。我标他，我标他。没有，我们三个，我们走到更深了。欸、我救藤壶兽娃娃！完了完了完了！藤壶兽娃娃娃，救我救我！藤壶兽娃娃，你们先挖，我救我救我！藤壶兽娃娃，救我！娃娃娃，死了！我死了！我死了！宝宝宝宝可以笑他了，宝宝可以笑他了。我死了！藤壶兽是被咬到死的。你被瘙痒到死了。对啊。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哦，有炮弹。啊！嗯，我都说水母啊，打水母你们。你刚刚是从你挖的那个洞下来的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刚刚三个在一起，所以刚刚就只有你一个。对，因为看到水母来飙。炮弹，炮弹，炮弹，炮弹。有炮弹啊！炮弹后面还有一只哦。有，帮你放无敌。那我打成无双。要飞呢？哪里？后面下面还有炮塔，你看一下标记。哦，打打打！我先打，我来打，我来打，我来打。哦，等一下上面还有消防、啊。哇哦！好，想不开掉下去了。很痛的、啊，游戏。哦，你那个是？哈哈哈！啊，藤壶兽！啊呜！我、哦、被养死了，被养死了，角度打不到，角度打不到。我、哦、被养死了，我被养死了。我一个跳过去，不小心跳到路上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睡睡睡睡。头都要看一下哦，藤壶兽很多。好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摔死了。对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后面有一只水母哦。哦，对，我刚刚那只水母还没打死。啊！哦，这里好嗨哦。Be careful。哇，超多水母！哦，我又倒了，水母在后面。我被碰到咬。上面刚、啊、有一只，这边有一只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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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劲了，先走先走。水母水母在头上。喂喂喂，你们救救你们！水母水母。凄凄惨惨，凄凄，一开始就凄凄惨惨了。狼二追三，狼二追三，我让水母很多次水母。补充消团，补充消团，补充一天所需的消团。你充每日消团量，一天一消团，医生远离我。好吃。嗯，这里有绿绿。哇，怎么这么多绿绿的、啊？好说好说啊。怎么这么会挖、啊？爆啊！放上去吧。哦，又绿绿哦，绿绿超多。哎，不要叫什么？哎，是谁？谁？有心姐。嗯。我们之中出了第五个人。哈哈哈哈哈。摸摸你。先后面好了，前面感觉可以一起。这个是藤壶兽会重生对吧？不是，是很多藤，很多藤壶兽。哦，往我这走，上面吗？我不要跟着。哎呦，藤壶兽，我被骗了，我来了，你这坏货！看到下面有个糖果，咬一口他就把我抓走了。前面看头上，那上面还有个小团，对，还有那个蘑菇，拿不到。那个你上去，我可以。杰瑞，你上去踩我，踩着我们。杰瑞嘞？我在后面，我在后面。来来来，杰瑞来了。杰瑞，我们在下面了。你不要来了。接！哎啊，没踩到。哇！
看不到。好多色色，很多色色。要求我，要求我。挖洞，挖洞哦。很多色色，很多色色。色色来是一个护盾 ，KO 他们。KO。哦，我到前面，前面。哦。没事，刚一只手伸过来。Follow, follow me。再走回去是。对，跟在你屁股后面。啊、吃很饱。张培，张培啊。嗯，不是这。走走走，这里上去还有一颗。小心，现在还有两颗。看头上，先看头上。进洞的先看头上。啪啪啪啪。耶、yeah ！都要看得到皮子。边过头了。睡啦！冲完来啦！小心怪哦！头上看一下。我没得 F 了。这边没有，这边没有。前面可能会有。哎、欸，也没有，也没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两个蘑菇，后面有。还捡五个。你为什么要？什么东西？没有。你从来还没放哎、欸。对啊。对啊，因为茉莉还没来啊。好啊。因为前面也有一个重来啊。好。哦。茉莉好久、哦。要小心哦。这里还有补给可以用吗？来了！哦，哇！现在虫虫有名字了。虫虫哦，你，他叫史蒂夫。对，你好，我的虫虫叫史蒂夫。史蒂夫。哦哦，好多那个。我丢史蒂夫！史蒂夫！史蒂夫要死了，好像两只都叫史蒂夫哎、欸，两只都叫史蒂夫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有没有刀锋？没有刀锋。人在烤蜘蛛。我有史蒂夫，烤蜘蛛。蘑菇还差两颗。蘑菇还差两个，我刚好、啊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就结束啦。嗯。小洞窟啊！哎呦，然后哪里在射？有一招吗？我打死了，我打了。史蒂夫，我每次都叫史蒂夫。每次都叫史蒂夫啊！史蒂夫周叫什么？史蒂夫。史蒂夫。还有一只。史蒂夫周谁啊？史蒂夫，全部都史蒂夫，没创意。哦哪里啊？这边可以先往下。哦。大概刀锋就是史蒂夫啊。嗯，以后就说有史蒂夫。史蒂夫有史蒂夫有史蒂夫。对。哎，毛毛到了到了到了。哇！哇！啊！波波死了，波波！我？那是我。哦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我死前听到的声音，可能听到 C4 两个字啦，不然是我听错。波波，不要乱狙啊，波波！哎，我不是在 C4 啊。小心啊，波波！啊，门怎么还不开？啊，茉莉呀、啊！哦，茉莉很慢、欸。有没有天赋之点茉莉的移动速度啊？是用茉莉用飞的吗？哎、欸，他进来了、啊。有、啊，他进来了。终于啊！黑道，黑道了。有问题，快救我！呜呼！耶、yeah, ，我们好棒棒。完全没问题呀、啊！吃饭看虫虫。超猛哎、欸！太多了。
这是我们史蒂夫哎、欸。哎呀，我们刚不在吃饭，我吃饭我要看什么？吃饭看史蒂夫啊。杜金。上天。哎、欸，波波，你怎么还没有？哦，很可怜哦，太让我失望啊！怎样，乖乖？哦，巧克力死亡次数跟我一样多哎！哦，他现在有个宅入中哎、欸，之前没有啊。嗯，有了，我都写完了。像，注意，游戏的解我们的。打个一两场，嗯、你应该就二五了。我超猛哎、欸！哪里猛了？多好猛！没有。嗯，翻重物。叫什么、啊？这叫什么？矿果啊！买点乌马石。哦，他是练练不一样哎！哇，跳舞机吧？都买石头的啦，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！有钱人都是这样子花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二十万哎、欸啊，开玩笑！头上喝啤酒，他二十万哎、欸！哇，我有超多钱！我好有钱啊！我买太多了啊，没关系啊，买太多也没关系啊，反正很多钱啊。哇，你可以卖掉另外一边，再买另外一边这样子。你是说我买了再卖吗？对，好赚哦、喔！哇，这个酒也太好喝了吧，巧克力。好说好说好说。我来，冰冻枪一下。是，你是否要购买？是。你是否已十八岁？是啊，这不是都已经是要按十八岁的吗？哈，哦，太多钱。九啊，小。久违的冰冻枪，可以搓，冰凉凉。哎、欸，完蛋了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好的感觉。可以拍打啊？怎么啦？你们怎么在玩、啊？我可以拍打哎、欸。啊，都在玩啊。想说你们一直在拍打那两颗，跟猫一样。哪两颗？那两颗。很会玩弄那两颗哎。你们真的很会玩、啊，是不是？懂玩。波波刚明也会玩，而且技巧感觉很厉害、啊。我都是玩别人的，玩别人的。你都是用嘴巴玩，对不对？陈耀总用嘴巴玩，打嗝。我一次只能，我一次只能，那这样嘴巴的话，就以前的综艺节目不就是要从下往，以前综艺节目不是从下往上吹吗？啊，不能让那个纸掉地上，就吹来吹去啊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还不是还有那个饼干吗？饼干，你说用咬的吗？对啊，就是用，就是放在额头上、啊，然后就舌头挤眉弄眼，然后舌头一直伸越来越长。对对对对，那个我也蛮厉害的啦。嗯，经验丰富哦，经验丰富。那我下次可以看你在巧克力家玩吗？老姜不行不行，不行他会，我家没有这些东西可以玩，他直接把我踢出去。哦，这什么？君子兵会来咬我。哎呦，嘴巴会打。那可以在 Moco 家看你玩吗？Moco 可厉害了啊！我黏住了，救我！你活该。哎、欸，你可以舔啊，这些是蜘蛛丝，不是，这是棉花糖。棉花糖。你看，这就是某个地区的味道。来剪一下哦。我来了，我剪了，我剪了，我剪了。I'm the boy。哥哥，等你开路啊！宝宝，宝宝，舌头，需要你的舌头。来，我来。我来了，开路开路，开路开路开路棉花糖，哇，还是要强哦，哇，你吃好久哦，哇，你好猛，这爆炸，这样，前面有爆炸了，前面有爆炸了，你吃到全身都是棉花糖，哎，水母水母，有那个，哇，水母在上面。哦，超多了，超多了！快射死啊！射死了，射死了！
情报站。哦，出错出错。没事啊，小水母出来喽。动作不死打。爆炸好。轻剑口香糖。动作不死，轻剑口香糖。啊！你都是飞船哦。这边也太多爆爆了吧？他们想要跟你嗨起来啊！干嘛、啊？我一直去吃棉花糖，就这样。他们想被吃。攻杀。他们想要你把他们都克了。真的吗？是。他们是薄荷口味的棉花糖。薄荷口味。我的队友嘞，哦，队友后面爆炸，队友准备矿罗啊！有，哦，矿罗在哪？我，你们挖消防员这个矿罗 OK。队友口香糖在看你，队友。哦，哇啊啊！哎，队友，队友，我倒了。我知道队友。你们丢物体。奈挑剔，奈加你快，有挑剔。哦，一堆哦，来一堆哦。怎么没有史蒂夫啊？队友，队、欸、友，我被僵尸都卡住。哎呦呦呦！队友快跑，后面会射的队友。我不是要不行了。哪里？我下去加油。我活了，我活了。刚被人卡住哎、欸，傻眼猫猫。猫。猫猫。猫。傻眼橘子兵哎、欸。很可爱啊。哎，队友，你不觉得这个很像什么什么吗？那个嘛，最新的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现在美国最，现在每一国家最，每一个国家最流行的那个嘛。嗯，你说谁有？没有这个花，这个花超像现在很流行的东西，很流行的东西啊。两个输出走散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同屋啊！快跑，快跑，快救人，救人，救人，救人！你在哪里？我们全部走散了。底下那个左边，我那个方向有一只矿螺。哦。欸、我从上面帮你打，直接爆了，没事倒了，没事，没事。哇！哦，你好会顶哦，直接摔下来，超会顶的，有没有？真的，啊、跑不快、欸，我不知道。你要加的 shift。来来来来来，这里哦，我给你们标一下哦。哎、欸，那个，我们好像这里上面还有化石。从下面往上往下，这交给我、啊，上面交给你。走错，快走快走快走，会被骂，赶快走，被骂要被骂，要被骂，快点，死在哪了？我刚刚去看那个啊，现在最流行的东西，嗯，到处都是哎、欸，天哪！哎呦，你们两个都私奔了，我太难过了。没有，我手上拿着一个炸棒棒，我心都碎了。难怪波波都跟着你走，我怎么知道？他怪怪的。想要吃棒棒糖。他刚偷吃糖不揪我啊？我想吃棒棒糖。我想要吃你手上的。快跑！快跑！炸弹来了！奇怪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我完蛋了，我先。有标就暴君呢？我先打。暴君挖冰。哎、欸，包，这该不是你吧？哈哈，打我啊！帮你挖开。要黄金石。对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呢，包？因为我是着急的好。对，这里还有。你这已经是猴急了，你知道吗？早晚都会上。有化石吗？有。我有。啊，摸错人了。哎、欸，我摸对了，摸错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哎、欸。你是在？黄金有。我有。哦、那我们那个空降舱那边汇合啊，我们这边也差不多打完。那边有史蒂夫，你要摸吗？我有了。
OS 有在吐我，有史蒂夫在故意揍他。我化石存了啊，这边空降舱附近还有化石。有，我们够了。好，这边还有一颗。所以我这边直接挖过去了。好，我也不知道路。你挖过来，挖过来就看到我们。嗨，耶！这化石是怎么了？想说如果缺的话还在这里啊。哦，你是说它悬空是不是？对啊，而且我拿不到哎、欸。不就拿到啦、哦？还要别人秀给你看啊，波波。哇 ，LeBron James。差一个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奇怪，他也叫史蒂夫啊。对啊，大家都叫史蒂夫，结果全部都叫史蒂夫，我的天哪！有人哎，有史蒂夫要抓吗 ？Remember， 开枪开枪！修修修起来！忍不做事在干嘛？还在那边冷冻。被冷冻了哦，我的包！哎，我丢错了。你丢什么？我丢那个。哇，这个线上游戏有点惨。9999999，这个好多了。哎，怎么有人的那个史蒂夫被冰起来了？管啊，这么多怪！史蒂夫冰，怎么有人？有人身上有棉花糖，有在卖棉花糖的阿伯啊，你没看到吗？棉花糖伯伯，棉花糖伯伯，最新的悠悠家族，棉花糖伯伯，小胖哦。哦、oh, ，他好恶心哦！哎、欸，你在辐射，你在辐射包。啊！原来我在辐射，我一直在扣血。小心辐射哦！啊，我抓他。真爆！真爆！好、哦，终于啊！我的心情。哎哎、欸，史蒂夫，史蒂夫，有没有抓史蒂夫？好、啊、没了，先打，应该都抓了。体力战，史蒂夫剩谁？剩一只嘛，那应该是我的。那、哦、我的应该细条条了。刚有的人的哇塞，那个位置哦，那个位置哦，在哪？这里。哪？还好啊，下来可以。哦。好，你说可以，我就相信你。相信我就对了。我都下来了。波波的血真多啊！哎、欸，好多虫虫声哦。因为真的很多虫。哦哦哦！哦，虫虫直接被压扁啊！真会放啊！别扁虫。悄悄。悄悄，你要在吃补啊？记得吃补几餐啊？小船还够，头上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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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线上游戏，小心辐射！这边太那边太清新了。挖不掉，一直跟我讲这边很暗，好烦哦。那你就请 very light， 你就按 F。我这个护盾，能轮流放护盾就可以撑很久了。是啊。哎，爆了！有人爆了！是哪里在射？等有护盾再救，头我有头上那些
有爆炸，爆炸很多。我来救你，繁星。好。一起救，一起救！快跑，包！包换我放，包换我放，包换我放了。暴君，暴君，暴君！我把冰起来。不死，还不死，还不死。我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混乱啊！哎、欸，有那个史蒂夫有没有？先不用打，全部都打掉，全部打掉。好好好好。保命，保命。你后面、啊、有台，有护盾的话可以放在后面哦。先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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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打。这个救不到、啊，你护盾没有放到。哎、欸，我可以、欸，等下。可以跑了，可以跑了。救你了，杰瑞。我活一分，一分半。哇，好乱！哇，全部都是虫虫！哇，我倒了。倒了。No， 这里都是辐射。哇，反正我们两个都死同一个地方。对啊，炸爆他们！哇，乔你好猛哦，你好猛啊、哦！没事，救你们了。棉花糖叔叔，棉花糖，我被棉花糖的东西。没有，没事没事，你复活丢一个护无敌。没有无敌。有线线线线，走了，是不是挑吗？好像错挑了。都可以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先稳住自己啊。等下反正就是回空降舱嘛。OK 的。快走进来了、啊、要走了要撤了，你这个不要乱狙啊。啊，我们走上去。我有标记这里有一条路，你看你可不可以走到那。我在挖。哦，挖上来，挖上来了。看一下哦，救命啊、哦、呦。棉花糖，棉花糖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算了，不要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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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来了，不要救了，不要救了。直接走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直接走。我被棉花，我看到棉花糖都死了。这个在里面吗？不要，不要，我没有，我没有暴君呐！我叫你不要走。不行，我不能，我不能让你这样子倒。可以，你这样会害我跟巧克力被误会。我已经。心碎了，我跟他讲不行，他硬要来，我是被逼的。死在一起，我心碎了。我是被逼的，你要听我解释。听我解释。这个就是小三专门在那个。我不听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小三专门在那个。哎、欸，我中二十五。太难过了。你倒了六次，宝宝。很棒啊。有有，你二五了，你二五了。而且有三次是跟繁星一起倒哦。太难过了，两次吧，我两次而已哦。对啊，不要专门在挑拨离间。对、啊，不要乱来哦。心碎了，已经心碎了。哦，波波，你可以接那个晋升任务。咦、yeah. ，镀金？那你接晋升任务就可以换完别的字啊。都过了吗？啊，没有，因为你现在二十五等呢、啊，你接那个、哦，对，你就接那个机枪手的晋升，然后你就可以接了。看你要砖头工还是工程师？工程师是那个嘛，对不对？我看要怎么换，我忘记怎么换。在自己的小屋、哦，自己那个小屋里面，角色选择。到
钻头功。可啊，看你要什么。红魔师，你想那个？功能是三，进阶三的，好猛。红魔师很好，很好被 carry。宝宝的任务嗨起来，莫林斯，莫林斯要换一下，搬运中无效，烧起来，就是哇哇哇哇哇哇就对了。我那个记得看一下哦，装备要确定有带哦。有，我正在用。看看 OK。什么都没带，一阵尴尬。不会，我们。Rock and Stone。Rock and Stone。然后今天应该可以让波波晋升。啊！你们走了，我没捡完。没有，没有要跟你啊。哦，QQ。你是我的，你把繁星都抢走，你还想怎样？你以为我等你吗？不等的啊，抛弃的啊。OK， 没有，你要去问繁星啊。问我什么啊？我去找，早就在他腿上了。你在我腿上，然后心里惦记着他。没有啊。繁星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你说我们之前在讲过那些山东海事怎么办？还给他吃棒棒糖？没有，他自己抢着吃哦。我他自己抢的吃，我还吃到很多白色的棉花糖。我看你要怎么，刚刚已经吃太多了，你吃到都死掉了。Lighter， 没东西。完全没东西。莫林斯，啊，不是莫林斯，看着红色说莫林斯，是不是在那个 high call？ 可能有一点色盲。我们这个要那个，你知道吗？不能挖，赶快挖，宝宝快，等好久了，等到都老了。哦，是你们在那边哦。等一下啦，迷路了。开没开？我的天哪！来了，排队排了两个小时还不开门啊！哈哈哈。哎，哦，挖过头了。虫虫喽！小虫虫哦，小虫虫哦，烧哦烧哦！小虫虫，好痛了一下，因为我你刚经过我的炮口。哦。啊、我不认识路，啊，好疼，好疼！好烧，好烧，好烧！好投资哦！哇，冰火五重天，嗨起来！还有，还有！OK，OK， 炸爆他们！哇！哇！哇！深坑欸，臭豆腐欸，哎呦，你怎么了？那边有那个神木，神木，神木。那我这样我放不了。来来来，让你过，让你过，让你过。应该还好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全身会发光？谁？你啊？踩没有踩到，因为你看着我，我当然就会发光啊。OK， 那手现在没发光了。你不爱我了？没办法，德牧来喽！哎，不会多大声音？史蒂夫与戴夫，再往下啊！史蒂夫与戴夫，一套肉，一套肉，可以下来哦，我这条，我有铺平台。
大平台哦，我看到了。只要都能够跳到平台，你就可以安全。然后我们需要， okay, 我仿佛听到骨折的声音。对，没错。下面下来之后需要 light， 下面有那个冲撞的。有那个会抓人的、哦、会气啊，远方老迪哦，老迪老迪，这里小团跟莫林斯在上面，老迪不要再打我了，你还可能把远方弄亮一下，那边蛮好。跨龙堡，安安有哨塔，三星啊，在打了，头上会有老迪，哦，头上爆炸了，注意哦。那还有一个母巢。我融合石花，后面老弟还在打、啊，我没看到那个电池的声音。老弟打，好，去打木槽。好烦哦！哎、欸，后面有巨棒哦！好，看到了。烧纸，烧纸会有小虫虫。我把它全部烧掉了。来打我。全部有点少，我被咬了几口。我跑不上去啊，有些那个我烧不到啊。去八八喽，很恐怖的。去八八喽。呜呼！哎、欸，看烟火喽。还有哪边吗？这是什么？欸，我看到新的东西耶。新的东西是什么？哪里？头盔？哦，对，头盔，那个是那个吧？哪个？是哪个？修复。那个有一个另外新的一只的矿工。他什么？遗失的头盔，然后扫描。Tape 有什么吗？有远方有一个紫紫的。哦，那边 table 里面，我们等一下往那里走，先撑过这一波吧。哦，那个搞阿笨啊！遗失的头盔，好酷！哎、欸，他的声音跟那个电池一样，我刚才以为是电池。电池这边啊，很多很多只。零四地雷，冰火五重天，哎、欸，好多好多好多刀锋，好多好多，去捡去买去买去买，买刀锋喽！哎、欸，史蒂夫史蒂夫，哎、欸欸欸欸欸，那个黄黄的在那里，小心的会爆炸哦！有人被有人被炸死了，谁的戴夫被炸了、啊？啊啊你小心地雷哦！我什么？啊，我没有了。叫吧，叫不赢他，叫一下。哎、欸，不够，居然不够。哇！哇，太少啦。对啊，没有是真的没有。我至少有二十个。老波波，你的火要小力一点。好，我先走，我先走。那里的莫林斯还没挖干净呢。
最后一次是第一次第一位，有没有？嗯，可以补给了，太棒了！心好累哦。可以那个啊，一跟二就是交错，就是烧了之后就换小强色，可以比较节省一点子弹。OK， 客家用法。对，要有节俭的精神。行啊，我找。没录哎、欸，我现在上面七十五个破零食哎，头上我看到，这里，反应看怎么往我标的那里去前线，你标哪里？我现在看不到，抬头，好，可以可能要后退一点，哦。我等等有视野。哇，这个好好黑哦。脚步太陡。下面有跨楼。我这边，我这边。然后等那个啊，沙尘暴过。嗯。要被吹走喽。这个嘞。哪个？有了吗？你再飙一次。对。就这里那里。无支撑点。这里嘞。太远了，你们 A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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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啊，有了 ，Rocking Stone， 哇，这场好像我没啥用哎，有啊有啊，我们只是要想一下而已、啊，赶快下去挖。有平台了，耶、yeah, ！有用了，做事。有，耶！咦，就需要你来挖洞啊！太棒了，我最喜欢找洞钻的。耶、yeah, ！你刚刚挖了一个好大的洞。有木林石。Go go go！ 这边先过去啊！被抓了，没有被抓走了，被走了。大风吹，哦，这里很多、哦，还有那个、哦，可以直接跳哦。哦，那是什么、啊、预兆哎、欸？对。哎、欸，回头回头回头，莫林斯。怎么了？哦，看到了。我过去，我过去。有那个、啊，这里回去。我都扑了，他想要做事，他想要存在感。对，我想存，可是我满了。茉莉，有茉莉，我叫了，就让他在这里等他。这里，存，哨塔，阿米莫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哦、oh, ，就那个很高的，要很高的，要踩的那个，要踩雷射那个吗？雷射吧，对对对，雷射那个比较 hard 一点 ，hard， 而且这边会喷来喷去，对，而且还有哨塔，哨塔应该不影响，还蛮远的，不影响啊，嗯，速度打，免得等一下重来，对啊，快啊，赶来按，赶来按。不吹了，按了吗？对，按了按了按了。好，准备好准备好。好，这风。哎、欸，重来重来了。快乐风男。哦。这还烧卡没吗？哇，好不会，好痛。那个紫色的要跳过哦。C4 我死哪里？死了。瞬间。啊啊是的，我被风吹，我被必须要放护盾救人，一定要放护盾救人。他的光照到地方会
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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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那个一定要躲过它的光。我被风吹到那个。对，然后它上面会有那个飞机，要小心。一定要踩着它才有才能对它造成伤害。可能先躲，等等有护盾再救人。没有，我可以，我可以救。那个子子又来了。好，我跳。这种是那个风一直吹，没办法授权的技能。我先下面，下面可以打，下面可以打。啊！我们炸到。闻鸡，闻鸡。哎呀，哎呀。哎，正面小心。哇哇！我被遭到被一个了，欢迎你，没了，叽叽叽叽叽，在这边是太烂了，这地没有没有带到那个复活，叽叽，刚好那个虫虫直接来，太扯了吧，没事没事，约好一起来。绝对不能被照到，他被照到就是机关枪连射，那就是超痛。嗯啊，紫色的话就只要跳过就好了。嗯，全部满血还是直接死了。嗯。QQ。没事没事，下一次更好。这门在干嘛？带个钢铁意志。繁星怎么在读读啊？对啊，我卡在载入中哎、欸。你坏掉了。我坏掉了，我是要重开游戏了。你直接被打到坏了。打到坏掉了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画面？这是什么画面？我要重开。在哪、啊？繁星、啊。我做管理员。哎、欸，你直接重开游戏看看。我现在工作管理员拉不出来。啊？等下等下，好像救起来了，啊，救不起来。关闭游戏。对啊，我画面是卡住的。有你，我看你已经离开游戏了。我没看你都离开游戏了。嗯。直接呗。打到游戏崩溃，傻眼。我不过刚刚可惜还没有看到那个头盔它的紫色地方、啊。对耶，对啊，好像是说有稿子的之类的。稿子啊，对，晓得。因为刚刚地图有一个紫色的，还没去到，刚刚应该先去那里。对啊，没有，我们那个头盔没完成啊，它只是。嗯，它应该是至少两个步骤啦、嗯，就是先扫描，然后你就会获得它的位置。位置，对。我也没有体验过。QQ。繁星被终结塔射坏了。不是，我现在整个画面是卡在那个那个这个游戏的 ESC， 然后什么都点不到。那就是我的工作管理员其实是在同一个视窗那边。真假的？对啊，你工作管理员，啊、你现在有办法点到那个、啊？就是点不到啊，工具列、就是。对啊，我工具列打得开，可是我点下去就是会变回那个游戏，怎样跳都无法。对啊。看一下，直接重开，重开机，重开机啊。整个卡住了。对啊，好啦，我先关，重开。等你等你，关关关怎么关？强制关机。我想要反应。